开不了，怎么回事？啊，现在已经开录播了，啊，已经开始录播了，啊，如果说呢，同学们，你们对于今天的这个内容啊，啊，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你有任何的听不懂的地方，对吧？你首先的话呢，对吧？首先在课堂上可以跟我说，对吧？课后的话呢，还有问题，你也可以去找我们木子老师去要到关于咱们本节课的一个录播，对吧？可以去重复的观看，好吧？这关于这个，好吧？然后的话呢，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了，好吧？然后在这里首先的话呢，还是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啊晚上的关于课堂，哇，我是今天晚上主任老师，我叫思月。今天晚上的话呢，给大家去带来一个课题啊，给大家去带来一个爬虫的一个案例，好吧，去采集这个快手短视频的一些内容，对吧？当然今天也是去爬小姐姐，对吧？啊，我们有人说爬猛汉啊，我个人不是很感兴趣啊，好吧？啊，当然你们想去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啊，你想去爬猛男可以吗？也可以，好吧？啊，然后的话呢，我们今天会用到的一些知识点，会用到的一些第三方库，首先在这里啊，我们需要去安装一个 PIP， 安装一个 request 的这个模块，好吧？以及的话呢，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发环境是用到的 Python 3.8。还有一个 PyCharm 2021，啊，如果说这些东西你们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去找我们这个木子老师，详细的去咨询一下，啊，可以直接去要，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同学们，安装这个 PyCharm 啊，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好处，对于零基础同学来说啊，啊是比较香的。怎么呢？就是这里有一个 PyCharm 2021版本啊，有一个翻译功能，对吧？你有地方看不懂的，有一些英文单词啊，有人说看不懂，对吧？怎么办呢？啊，这里有一个翻译，对吧？啊，哪个单词看不懂你就翻译哪个，对吧？有一些是视频，有一些是图片，对吧？都可以爬，对吧？都可以爬啊，视频图片都可以爬，对不对？啊，这个功能好啊，对吧？这个功能的话呢，对于基础同学啊，其实不管是基础同学，对吧？还是说有基础同学，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比较香的，对吧？翻译嘛，这个翻译插件，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是得在 setting 里面自己去加嘛，对吧？可以自己去加啊，但是这个你如果说不会，可以直接去，是吧？啊，有人说这是啥插件，是吧？直接去问咱们这个木子老师，啊，直接问木子老师，好不好？是吧？包括说这些问题啊，老师这个截图软件叫好用，叫什么名字？截图软件的话呢是，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反正是一个 S 开头的，对吧？啊，你也可以去问木子老师吧，啊，所有的资料，好吧？本节课你还有同学问，对吧？可能会问啊，咱们这个录播是用什么录的，对吧？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问木子老师，好吧？好吧，都可以木子老师，木子老师应有尽有，对不对？啊，你想要的东西他都有啊，好吧？啊，然后的话呢，在这里啊，在我们正式开始讲课之前的话呢，还是先，对吧？提前可以问一下大家，对吧？你们的一个基础情况。啊，所以说我没报名啥也不给啊，不至于啊，不至于，对吧？啊，问一下你们的一个基础情况嘛，啊，如果说呢你现在是一个零基础的同学啊，就是说你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Python 啊，没有写过任何的一个程序，对吧？你可以在讨论区里面，对吧？可以扣个零，好不好？可以扣个零。那么如果说呢你有一定基础啊的同学，那么在这个里面你可以扣个一，好不好？啊，可以扣个一啊，因为如果说今天的话呢，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案例吧，对吧？也是为了尽量让这个零基础同学能够听懂，对吧？还是大部分还是零基础同学，对不对？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呢，还是同样啊，对吧？可以给到你们几点建议，对吧？还是同样的老三点啊，对吧？同样的老三点，对吧？可能有些同学第一次来听课没有听过，对吧？啊，那么在这里再次强调一遍啊，强调一遍，对吧？这里有三点。第一个点啊，就是说你在我们今天听课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尽量的，对吧？尽量的什么呢？尽量的不要跟着我啊敲代码，是吧？不要尽量的不要跟着我敲代码，好不好？因为这样你不仅我去讲书的时候你没听懂，对吧？然后的话呢，你去实现这个代码你也跟不上，对不对？那就很尴尬，对吧？老师能把你目录代码分享一下吗？这个不太好吧？好吧，这个不太好。好吧，这个资料的话呢，对吧？你咨询我们系统课程，我可以给你送一送，好吧？这么贪心的吗？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无理的要求啊！啊，当然我们会送一些案例的一些资料啊，当然不是这个，不是案例资料，不是这个资料，好吧？其他的资料我们会送，好吧？啊，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一个课堂上面，对吧？有不懂的地方啊，啊，记得随时提问。哇，记得随时提问，因为在你们可以在这里面啊，在这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东西它是有行数的，对吧？如果说你某一行代码看不懂，你可以就直接跟我说，对吧？你这行代码看不懂，对吧？33看不懂，对不对？啊，可以直接说的，好不好？
然后的话呢，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来到啊，来到咱们，来到今天啊课堂上的同学啊啊，就不要啊，就不要进进出出了，好吧？啊，就不要进出了，尽量不要进进出出，对吧？如果说呢，你某一啊突然某一个时间，对吧？你去上了个厕所啊，没听到，那么我可能就讲的内容就多了一点点，对吧？你再次回过头来听的时候，你就听不懂了。好不好？这是这一个啊，建议同学们啊，这三个点吧，好不好？啊，尽量的能够跟着我去做到，好吧？啊，看着你起的挺好的，啊，逻辑也跟得上，对吧？自己写一报错，对吧？所以说我这里的话就推荐你啊，对吧？先不要跟着我敲代码，你课后的话呢可以绕录播的呀，对不对？我们本身就是一个直播课，对吧？啊，还有录播，你课后的话呢实在是看不懂，对吧？可以照着视频去敲嘛，对不对？好吧，这是这个点啊，嗯，然后的话呢，就来到咱们今天的这一个案例的一个实现步骤，好吧？案例啊，案例的这个实现步骤啊，实现的一个步骤，好吧？首先我们今天说啊啊，去采集一个数据嘛，对吧？我们今天去采集这个快手，对不对？啊，快手首先的话呢，就是一个啊，去首先第一个点啊，要我们要明确一个点，对不对？要明确一个点，我们就是说要去分析我们的一个数据。啊，我们今天要去采集什么数据，对不对？啊，我们今天的一个数据来源在哪里，对吧？数据来源啊，分析，好吧？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点，对不对？啊，欢迎啊，去上个厕所是不是要扛着电脑啊？不至于，不至于啊，没这么吓人，好吧？好吧？首先第一个点啊，是要去明确我们今天要去采集的数据以及当前的一个数据来源，对不对？只有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数据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对吧？才能去爬。对不对啊？不然我们爬什么数据嘛，对吧？采集什么数据嘛，对不对啊？首先第一步啊，确定我们的一个需求啊，对不对啊 ？Linux 高级架构师牛逼啊，对吧？牛逼666，对吧？好吧，我们首先第一步确定我们的一个需求，对吧？什么需求呢？啊，我们今天要爬取的内容是什么？啊，是什么？对，有同学可以回答我吗？对吧？我们今天要爬取的数据是什么？对不对啊？肯定嘛，对吧？有人说爬小姐姐，对不对啊？那肯定嘛，对吧？我们就是要去爬小姐姐啊，就是这么的这个认真，对吧？啊，爬小姐姐视频啊，爬什么视频呢？对吧？爬一些关键词的视频。对，比如说呢，在这里我去对吧，嗯，喝过水，喝过水。哎呀啊，看多了咳嗽，对吧？啊，不，其实不是的啊，主要还是什么呢？主要还是这个天气变凉了，对吧？有点小感冒啊，不是因为这个图片，啊，不是因为这个，好吧？啊，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去实现的一个功能啊，啊，就是去，比如说啊，在这里我们去搜索一个这个慢摇，好吧？然后的话呢，回车，啊，回车之后，那么这里的话呢，所有的一些视频都是我们需要去爬取的，好吧？第二个好看。啊，同学口味独特啊，同学口味独特，对吧？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好吧？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呢，要去采集的一些数据啊，采集的一些内容，对吧？就是这里你看到的所有的一些视频内容，对吧？我都给它保存下来，对吧？下载到本地，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一个目标，好吧？就是这一个啊。当然呢，你可以啊，我们要做的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关键词搜索啊，关键词搜索。啊，爬取特定的一些小姐视频啊，比如说你可能有同学对吧喜欢快摇啊，这个什么杂不对什么什么万个同学对吧啊，原谅我这个中文有点不好啊，对吧？爬快摇对吧？可以爬吗？也可以爬，对不对啊？通过关键词搜索对吧？包括有同学可能口味比较独特啊，想去采集这个什么爬猛男对吧？也可以爬，好不好啊？这是我们今天要实现的一个目的。好吧，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确定了需求之后啊，我们就要去分析我们当前的这个数据来源，对吧？只有知道啊，只有当你啊找到数据来源的时候，对吧？才能通过这个代码，对吧？去实现，对吧？才能通过这个代码去实现，对吧？你好懂，对吧？我其实以前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啊，以前真的我不知道这么多，那什么快摇慢摇啊，对不对？啊，我其实是不知道的。那，啊，但是当我啊看我们这个周老师啊，啊看我们其他老师去啊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偷偷的，我就不小心我就记下了，对吧？这么多词汇，啊，奇怪的词汇我都全部记下了，
好，那么这是这一个，不小心啊，确实，我真的是不小心的，是吧？好，那么这个需求啊，我们确定之后，对吧？我们去找到咱们这个现在的一个数据来源，对吧？这个数据是从哪里出现的，对不对？啊，这是我们等一下去分析的，好不好？数据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去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一个，比如说的话呢，比如说的话呢，这里啊，我们来到了这个快手的这个界面啊，同学们直接可以百度，对吧？去搜索一个快手，就可以来到这里。好吧，就可以来到这里。好，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到这个地方，要去找一下我们现在的一个数据来源啊。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去爬过，比如说一些小说啊，对吧？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啊，不知道有没有爬过，对不对？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一个爬取小说的一个爬取。但是今天的话呢，这个内容有点不太一样，是吧？我们说这个数据来源啊，其实分为两种。对吧？第一种的话呢是什么？第一种的话呢是一个静态的一个页面，对吧？就是比如说有同学去实现过某一个，对吧？比去格啊，不知道有同学是吧？实现过的同学是吧？啊，可以刷个一啊，对吧？比去格这个爬虫啊，不知道有没有同学写过，对吧？这个爬虫啊，比去格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一起看，对吧？啊，比去格这个东西它是属于一个静态页面，对吧？像这类的它属于静态页面。具体的话呢是啥呢？对吧？打个比方，对吧？在这地方呢，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搜索一个比去格吧，啊，搜索一个比去格啊，来到这个比去格，对吧？随便的去点击一本小说啊，比去格超级多啊，对不对？啊，随便的去点击一本小说，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地方你去搜索，比如说这里我复制一下，然后呢去右键来到这个源代码里面，好吧？去点击这个源代码。啊，这里有个源代码，对吧？你去右键点击一下，然后的话呢，在里面去搜索 Ctrl F，啊，粘贴，哎，粘贴当前复制的一个内容，啊，复制，然后的话呢，粘贴，啊，粘贴之后，你在这个里面能找到，是吧？地难就是肾虚，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你能找到当前的这一个数据，那么证明什么？那么证明它就是一个静态的页面，好吧？就是一个静态的页面。静态的页面的话呢，有它特定的一些方法。好不好？那么我们今天所爬取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动态页面，啊，是一个动态页面。什么叫做动态页面呢？同学们，我刚刚说，对吧？我能够通过右键查看网页源代码，能够找到的东西，它叫做什么？它就是动态，它叫做一个静态的，对不对？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再去右键查看网页源代码，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要去找一个，你们是不是喜欢看这个？对不对？我去 Ctrl F，你们，啊，是不是？对吧？然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啥也找不到。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动态的页面，好吧？能理解吧？就是一个动态的页面，好吧？这个地方的同学们能够理解吧？是吧？能理解同学尽量的，对吧？可以给个回复，对不对？啊，如果说这个你听不懂的话呢，那么等一下可能会有点难受啊，好不好？啊，我们今天去采集的是一个动态的页面，对吧？动态的页面要怎么去做呢？我们现在。对，看我多懂事是吧？看他多懂事，看你们，你看看你们，好吧？那么第二，我们说今天刚刚说到的，我们现在是一个动态的页面，对不对？动态的页面是什么？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怎么去抓它的一个数据呢？对不对？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要去通过一个开发者工具，对吧？啊，抓包，抓数据包，对吧？因为其实你要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网页当中，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一些数据都在这个里面。对吧？都在当前的这个网页链接当中，对吧？这肯定并不是的。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数据，像同学们之前，对吧？这一篇树叶同学就说了，对吧？它是通过JAX 异步加载出来的，对不对？啊，这是一个属于前端的一个技术，好吧？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真正的我们数据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啊可以去通过右键，对吧？然后的话呢，这里我们现在不是右键查看网页源代码了，而是什么呢？而是我们去右键点击一个检查。好不好？点击一个检查，这个检查的话呢，就是我们抓到的一个网页的一个开发者工具，好吧？就是一个开发者工具啊。看一下第六个啊，哪个第六个？123是吧？456啊，这个是吧？这个同学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好吧？啊，可以自己去搜一下，是吧？我说实话，我有点怕，是吧？也可以看一下吧。我是有一点点怕，对吧？我放多了，我怕我没了。是吧？这个不行啊，那同学要求还蛮高，是吧？怕啥？啊，没声音是因为我把声音关了，是吧？我收藏的好看，是吧？那同学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一个关键词啊，是吧？
让我们都看一下是吧？然后的话呢，我们再还是来到这里，还是来到这里，好吧？还是来到这个地方。好，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去通过右键啊，调开了这个开发组工具。在这个开发组工具里面呢，就有我们现在想要的一个视频，好吧？就有这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在哪里呢？对，直播间快凉了，我也是这样感觉，对吧？我也是这样感觉啊，是吧？然后呢，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些视频啊，其实就在这里面，是吧？就在这里面，就在这个网页里面，对不对？那么它在哪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去点击这个 network。Network 是什么？就是我们刚说到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抓包，好吧？就是我们说啊，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网页啊，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啊，数据啊，数据是吧，都会在这个网页源代码当中，对不对？并不是所有的都在网页源当中。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需要的数据呢，其实在这里，好吧？其实在这个 network 里面，network 就是去抓包的一个工具。啊，抓到的工具，我们所有的一些网络请求啊，所有去访问这个网站，它给我加载的一些数据，包括里面的一些图片啊，包括里面那些文字，包括里面任何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会出现，好吧？这个地方需要大家能够理解，好吧？啊，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啊可以进行一个筛选，你们可以去具体的去可以去看一下，对不对？啊，里面的话呢，比如说对吧，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图片，对吧？这个图片在我们这个网页当中肯定是会存在的，啊，具体在哪里？应该是在这个最下面。好不好啊？以及包括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图片，对吧？这个图片你们去对比看一下，这个图片是不是我们刚刚加载出来的，对吧？这个封面啊，对不对？啊，可能是一个某个人的一个头像，对不对？好吧，这是这一个啊，同学们需要理解的，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在当前的这个里面，对吧？当前这么多数据包，对吧？啊，看看啊，看看啥？看啥看？啊，你想看啥？对吧？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视频数据，对不对？找到我们想要的视频数据，那么怎么去找的？对吧？这里这么多，我怎么去找？对吧？有些人刚刚说，对吧？我在这个 media 里面去找 ，media 里面有啊，啥也没有，对吧 ？media 是什么 ？media 其实就是音频以及视频，对不对？音频、视频这里面没有，对吧？那这里没有的话，那它在哪里啊？对，我们刚刚不是说，哎，我们所有的一些视频啊，一些图片，是吧？不，所有的一些视频、一些音频都在这里吗？为什么它没有呢？对不对？为什么它没有呢？啊，实际上它是有的，它是有的啊，但是在这里它没有出现，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怎么去找到相对应的一个视频呢？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去随便去点击一个，啊，点击之后呢，它这里会给我加载出一个视频的一个链接。对吧？你们现在的话呢，可以复制一下，复制完之后呢，可以粘贴回车，对不对？那么这个视频就出来了，对吧？因为现在它没有加载出来呀，哇！看完这个，好家伙啊！原来你们不是来听我上课的，原来你们是来看视频的，啊，对不对？对吧？啊，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对吧？这个链接我们需要点击之后它才能出现，是吧？全都是老色批啊！对吧？全都是老色批，没有一个好东西，是吧？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现在啊，这个链接对于我来说，其实吸引力并不是很大。那我需要的是这里面所有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仅仅是一个啊，没有什么作用，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需要去找到，对吧？我需要去找到里面所有的一些视频，对不对？啊，怎么了？啊，在哪里找呢？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的话呢，还是回到，对吧？假设走到这里，我现在有一种方法。啊，什么方法呢？我去搜索当前的这个，你是不是喜欢看这个，对吧？这里面我有一个放大镜啊，放大镜的话呢，可以在里面去检索，对吧？搜索一个，你们是不是啊喜欢？然后的话呢，回车啊，回车之后呢，这里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东西，是吧？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可以尝试点击看一下，好吧？点击看一下，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看不懂的东西，对吧？但是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点击这个 preview。是吧？一步一步跟上，同学们。现在的话呢，你对吧？可以，如果说有看不懂，对吧？有地方没跟上，你可以随时跟我说，好吧？一定要记得及时说啊！我们要说的就是能够让你听懂我才讲嘛，对不对？然后的话呢，我们来到这个 preview 啊 ，preview 的话呢，就是一个格式化的一个查看，对吧？如果说你在这个 response 里面你看不懂怎么办呢？对吧？并不是很格式化，对吧？看不太懂怎么办？你可以点击这个，是吧？可以一步一步的去展开。对不对？在这个里面，我通过一层一层的展开之后，对吧？我展开这里，啊，展开这个，对吧？一层一层的展开，在这个里面，同学们，你们就会发现啊，当我展开这个 photo 的时候，
对吧？里面的话呢，就有一点链接了，就有一部分链接了，对吧？这个链接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一个一个的去查看，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比如说我现在它有一个链接，对吧？我复制一下，然后呢，我粘贴回车，哎，这里面的话呢，是不是一张动图啊？是不是？是不是一张动图？我悬浮在上面，它会动，啊，它会动，对不对？啊，它是张动图啊，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一个它不是我们想要的视频。对不对？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往后去走，对吧？第二个它应该是一个头像啊。我说实话，我刚刚已经试过了 ，OK 啊。往下面走的话呢 ，photo URL， 哎，这个好像我们再复制看一下，对吧？我们复制看一下，挺不错的，告辞。复制回车之后，哎，我们发现了，对吧？啊，当前这个链接啊，它其实就是一条视频，是吧？那它其实就是一条视频。那么我们现在啊，同学们，现在的话呢，我们这个数据包其实就已经找到了，是吧？就这么简单啊，这个数据就已经找到了，它就在这个链接当中，是吧？好看啊，现在就好看了，是吧？啊，同学说顶不住告辞了，对吧？就慢慢的，对吧？然后就自己躲在被子里自己去看了，是吧？好吧，那么这个数据链接的话呢，我就已经为大家找到了，是吧？就是这一个链接啊，我们想要的一些视频呢，是吧？一些东西其实都在这个里面，好吧？不信的话呢，你再可以往下面去找，找第二个，找第三个。是吧？为啥躲在被子里？啊，还可以光明正大的看，是吧？啊，我忘了呢，是吧？那么我们通过动态页面的一些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已经定位到了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啊，它就在这里，哎，它就在这里，好吧？好，那么这个链接我已经找到了，找到之后呢，我之后就可以去实现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了，好不好？我就可以实现当前的这个代码，啊，代码实现，啊，过程，啊，实现的一个步骤，好吧？这里。他放的我还不看，啊，首先的话呢，第一步，啊，第一步我们是要去找到这个目标网址，然后目标网址的话呢，我已经找到了，是吧？就是这个网址，这个网址里面呢，就去生成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所有图片，是吧？啊，地址发一发，那我就把这个地址给你们发一下吧，是吧？把这个地址发一下，是吧？啊，这个地址你直接去访问它是没有数据的，是吧？直接访问它啥也没有的，啊，不信的话呢，同学们可以去点击一下。对不对？等一下有一种方式啊，可以去批量的去爬取，啊，采集里面的一个视频，好吧？那么首先第一步的话呢，我们找到了这个目标网址之后，对吧？我是要向这个目标网址去发送啊，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啊，就是访问这个目标网址。访问之后呢，我要去拿到里面的一些数据，什么数据？就是这里面的一些数据，啊，就是这个里面的数据，对吧？这里面的话呢，有我们所有需要的一些链接，对吧？我全部要通过它去采集出来。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二步，要去发送啊，要去解析数据吧，啊，解析数据在里面的话呢，我想要去获取视频的一个地址，对不对？获取视频的一个地址，对吧？视频它在哪个地址，对不对？然后第三步的话呢，我就可以去啊，向这个视频地址，对吧？发送网络请求，啊，请求，对吧？发送完网络请求之后，最后一步我就可以去保存视频了。啊，就可以去保存视频了，好吧？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今天代码要去实现的一个流程，好吧？那么第三步，那，啊，第三步我们要去实现，比如说啊，在这里，对吧？啊，它还有一个关键词，啊，视频爬取，啊，关键词视频爬取，啊，有的人就可能会喜欢重口味一点的，对吧？啊，可能会喜欢这些欧美国家的，对吧？啊，那么这个我们都可以去实现，好吧？都可以去实现啊，通过这种方式，好吧？啊，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一个目的，好吧？那么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按照的这一个代码实现的一个流程，就可以去采集我们想要的数据了，对不对？啊，这个步骤爬其他短视频平台也不适用了，对吧？啊，我们每一个平台它有它固定的一个规则，啊，它有它特定的一个规则，不可能说我今天讲的这个案例，对吧？你可以去采集其他的一些视频网站，啊，能理解吧？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人开发的，啊，并不是同一个人开发的。好，然后的话呢，我们首先啊，在这里我们导入了一个模块，好吧？导入了一个 request 模块，这个模块的话呢，可以去帮助我们啊，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好吧？啊，但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思路上其实差不太多，是吧？差不太多，对吧？如果说你真正的理解了这个思路，对吧？你去爬其他的一些网站，其实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对吧？我们讲究的其实这个 pass 啊，这个程序语言啊，其实掌握的其实。重要的是一个方法，对吧？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思路，啊，这是这一个吧？啊，首先的话呢，我们导入了这个 request 这个模块，
好吧？这个模块的话呢是什么？是去帮助我们去发送网络请求的，啊，是发送网络请求的，对啊，爬 A 站的话，它是一种 M3U8 的一种视频格式，是吧？可能不适用啊，同学，啊，可能不太适用，对吧？但是你去真正的，对吧？去采集这个数据应该是可以，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M3U8 也不会难太多，是吧？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去导入了这个 request 这个模块。是吧？它的话呢，可以去帮助我们发送网络请求，对吧？当然，这个是需要你去额外安装的，是吧？有不会的同学，对吧？可以直接去咨询木子老师，啊，可以直接去咨询，好吧？那么首先的话呢，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去实现了，啊，比如说呢，我现在第一步，是吧？去发送一个网络请求，啊，发送请求其实分为几种方式啊，分为几种方式。对吧？像同学们一般来说，我们爬虫其实发送请求就基本上你所遇到的能够遇到的基本上就两种方式，对吧？第一种的话呢是什么？是发送一个 get 请求，第二种是 post 的请求。这个请求方式怎么去确认呢？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 post 的请求，对吧？我通过这个 request 这个模块，我可以点上一个什么呢？点上一个 post。如果说你是 get，你就可以点上一个 get，对吧？那么这个 get 和 post 怎么去确认呢？啊，怎么去确认？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刚刚是不是在这个网页当中抓到了当前的这个数据包，对不对？我们所有的视频都在这个里面啊，对吧？我们已经确认了，对不对？那么它的一个请求方式是什么？其实就在这个下面，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下面有一个 post，对不对？连接着这个网页当中，它这个下面就有一个 post。那么 post 就指定是什么？指定的就是这一个，对吧？就是这个请求方式。能解吧？就是这个请求方式。哇，好看的小姐姐，啊，我把这个关了，我不让你看了，是吧？过分了，过分了，是吧？看你们的重点就完全就不在课堂上，对吧？很过分啊，很过分，啊，我觉得很不合理，是吧？我觉得超级不合理啊，从头到尾，对吧？你就没有关注过我一下，是吧？我生气了，我觉得很合理啊，好的呢。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同学们还是来到这个知识点吧，好不好？还来到这个知识点啊。现在的话呢，我现在已经定义了一个变量，是吧？这个 URL 是啥？就是一个地址。地址是什么？就是当前的这个我们刚刚给他抓到的这个数据接口，对吧？就是这个网站。那么这个网站，我现在就可以对它发送一个请求，对这一个网站发送一个请求，对吧？发送什么请求？POST 的请求。那如果说它是 GET 呢，对吧？怎么办？我就前面改一下呗。对不对？这一个应该很简单，能够听懂吧？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去对这个网站发送了一个请求啊，发送请求之后呢，那我就能理解，对吧？能理解更好啊，能理解，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往后续走，第二个步骤，对吧？第二个步骤我是解析数据。当然啊，在这个前面啊，发送请求，并且连接着你需要去获取数据啊，获取数据，是吧？获取什么数据啊？获取当前这个网页当中的一个数据。对不对？怎么去获取呢？在这里我就可以直接啊，同学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ISP 啊，ONC 啊，response 啊，去接收一下啊，同学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去打印一下当前的这个 response，对不对？裸奔又来了啊，又来了裸奔啊，又来了啊，这个经典的词汇啊，又来了啊，又来了，对不对？啊，然后的话呢，我们访问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了。对吧？我们不是说要拿到这个数据吗？对不对？我们就要获取这个数据吗？啊，啥叫裸奔啊？等一下给你解释一下就知道了，是吧？具体什么叫裸奔啊？比较离谱啊，对吧？啊，快手居然裸奔也能进，对吧？啊，你发现了，哎，这个 response 200，你发现 response 200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对吧？啊，很简单，response 200它就是一个请求成功。对吧？请求成功就是说你现在访问这个接口，对吧？去访问这个网站，访问成功了，那么它就是一个 response 200，对不对？就是一个 response 200，它就是一个状态码，对吧？就是一个状态码。好，那么如果说你现在遇到的是另外一种情况，遇到是这个404，啊，遇到的是这个500，其他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什么呢？都是访问请求不成功，好吧？都是请求不成功。对不对？不穿衣服容易被抓，对吧？那么其实现在啊，同学们，现在你们可能感觉没被抓。啊，但实际上已经被抓了，但实际上已经被抓了，只是你们现在没有看到而已，好吧？打个比方啊，对吧？现在我去点上一个 test 的，点上一个 test 的，你可以去查看里面那个内容，是吧？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去运行一下，啊，你会发现空的，
对不对？啊，我们点上一个 test 的去找是什么意思呢？就去拿到里面的一个文本内容，对吧？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是空的，对不对？啊，就是空的，什么意思啊？对吧？啊，就是现在已经被抓了，啊，就是已经被抓了。啊，已经被抓了，被什么抓了？被他们的一个服务器抓到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对吧？因为其实同学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爬虫程序是去批量的去采集网页当中的数据，对不对？啊，是去批量的采集，对吧？那么肯定啊，对方这个快手啊，他是不想让我爬他的数据了，对吧？他那么他就肯定会设置一些反白啊，啊，不让我去采集他的数据啊。那么怎么办呢？现在？对吧？同学们之前都说啊 ，response 200不是访问成功了吗？现在怎么又没有数据，对吧？啊，这也是他的一贯套路啊，啊，也是这一贯套路，对不对？啊，有人说这个 post 好像比 get 还要多加一个字点啥的，对不对？啊，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有两个点没去做，对吧？我们发送一个 post 的请求啊，跟我们 get 请求它不一样。啊，它根本就不一样。在这里的话呢，因为我们 POST 请求它是一般这个 POST 用于做什么呢？就打个比方吧，啊，就打个比方，一般 POST 请求是用于做一些这个，比如说吧，你现在要登录某一个网站，对吧？登录某一个网站，通过你去传输的这些账号密码啊，这些东西，对吧？就一般会用这个 POST， 因为这个 POST 它相对于这个 GET 请求，它是更加安全的，好吧？它是更加安全的。啊 ，POST 请求更安全啊，这个同学们先记住啊，先记住，对不对？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通过 POST 请求，一旦遇到这个 POST 请求，就一定要去注意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下面有一个东西啊，下面有一个东西，翻到最下面啊，翻到最下面有一个 response play load， 好吧？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爬的一个查询参数，好吧？这个东西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可以复制一下。好吧，复制完之后呢，我现在去构建一个查询的参数啊，比如说这里我去啊 data， 对吧，把我们复制的东西给它粘进来，粘进来之后呢，我就批量的，对吧，把它去变成一个字典一下啊，因为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不规范的一个数据啊，我现在可以这样去加一下，啊，那么现在的话呢，它就等于什么？它就等于一个查询，就比如说吧，那比如说我现在回到这个网页，我在这里去搜索一个关键词。啊，那么它这里面会随之而言会变化，好吧？它就是一个查询参数啊。比如说呢，现在我把这个东西可以加进来，啊，可以加到我们这个 POST 请求里面来，啊，怎么去加？直接 data 等于这个 data， 啊，等于这个 data 就可以加进来了，好吧？就可以加进来了。好，那么加进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啊，去右键运行一下，对吧？我们现在POST 请求，我们刚刚说查询的参数也已经准备好了。哎，怎么还没有数据呢？对吧？还是这个反爬的原因，对吧？快手已经逮到我们了，对不对？已经逮到我们了，怎么办呢？对吧？还没穿衣服呢，这个衣服怎么穿呢？对不对？啊，这个衣服啊要这样穿，啊，这个 data 是一个查询，啊，要去查询，查询的一个参数吧，啊，要去查询那个参数，好吧？那么我们真正来说，怎么去加这件衣服呢？对吧？怎么去穿这一条遮羞布呢？对不对啊？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加的一个 headers， 啊，请求头，对吧？用来什么呢？用来去伪装咱们这个 Python 代码的，对吧？啊，去防止被识别出来是一个爬虫程序，对吧？为了防止这个被反爬，对不对？好，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去定一个 headers， 啊，定一个 headers 等于一个什么呢？等于一个这个。啊，等于一个大括号，里面填什么东西呢？我们还是同样来到这个网页，好吧？还是来到这个网页，在这个网页里面呢，哎，同学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request 的 headers， 对吧？有一个 request 的 headers。如果说同学们现在你不知道到底要加什么东西，对吧？到底要穿什么衣服啊？这个衣服要穿多少？你不知道，对吧？怎么办呢？你们现在啊，就可以直接把里面的所有东西全部复制一下。好吧，全部复制，复制完之后呢，我来到这个里面，对吧？我给它全部粘贴一下，好吧，全部粘贴，对吧？天冷了，对吧？天冷了都三点，好了呢，是吧？好，全部加完之后呢，啊，我们现在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格式化一下，好吧？啊，现在的话呢，我去通过这个正则表达式啊，去给它格式化，是吧？包括说下面的话呢，我给它加一个引号吧，对吧？加一个引号啊，以及的话呢，逗号。啊，一个不对，一个冒号，冒号之后的话呢，是一个 $2，
对吧？后面的话呢加一个逗号啊，统一的给它匹配一下啊，统一的给它做一下啊。那么这个 headers 的话呢，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啊，这是一件衣服啊，对吧？这是一件遮羞布，对吧？我现在已经要穿上了，对吧？这个又怎么弄啊？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正在表达式啊，其实非常简单，对吧？你就是相当于来说，对吧？啊，通过 control 啊，唱跳 rap 篮球，对吧？Ctrl 加上一个 R 啊，加上一个 R 啊，调出啊这个工具啊，调出这个工具啊，调出这个工具，然后的话呢，在这里对吧啊，跟大家去跟大家讲一下吧，好吧？那么这个的话呢，批量的去做，怎么去做呢？对吧？然后在第一个里面，对吧？在第一个框框里面，哎，好吧 ，Ctrl 加 R， 在第一个框框里面输入这一个。啊，在第一个框框里面，啊，里面对吧？输入什么呢？输入这个括号啊，一个点一个心一个问，对吧？啊，然后的话呢，冒号一个括号一个点一个心，好吧？在第二个啊，第二个啊框框里面，对吧？输入什么呢？输入这个，啊，输入这个，我直接把它发给你们吧，好吧？直接发给你们。啊，好多东西啊。哎，啊，输入这个，输入这个，啊，引号引号，对吧？啊，没发出去啊。引号 ，dollar 符一，是吧？然后的话呢，冒号空格，啊，引号引号，啊，这个 dollar 符二，是吧？然后的话呢，点击这个批量替换就可以了，是吧？啊，这是这个吧？啊，批量的去替换一下，好不好？那么这个衣服的话呢，我就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是吧？准备好之后呢，我现在啊，就给它穿上。啊，就给它穿上，把这地方呢，我现在去通过一个 headers 等于一个 headers， 啊，那么这件衣服的话呢，就已经穿好了，我们在现在啊就可以运行一下。哎，运行完之后，同学们发现，哎，这是啥？啊，这是啥？对吧？错误的请求，发现没？错误的请求，对不对？错误的请求，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当前这个请求发送给他，他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请求，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啊，像当前啊，当前同学们，你们如果说啊，在这个请求头里面啊，同学们啊，就是干不了小姐姐，对吧？他就是不给我出去，怎么办呢？对吧？但是现在他是有一个原因的，对吧？同学们，现在啊，同学们看到这个 headers 里面有一个参数是比较关键的，什么参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对吧？有一个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啊提交参数的一个类型，啊提交 data 的一个类型，啊提交 data 的一个类型，它的一个类型它指定的是一个 JSON 的一个数据，是吧？指定的是一个 JSON 数据，是吧？这个东西我们怎么去加呢？啊，怎么去做呢？对吧？一环套一环，对吧？啊，这个东西确实是这样的，好吧？确实是这样的，好吧？那么怎么去加呢？其实也不难，是吧？就是他已经认定了，对吧？我们这个 data 现在这个类型不对，啊，它这个类型它是不对的，对吧？现在这个 data 是什么类型？有同学能够告诉我吗？现在这个 data 它是一个什么数据类型？在我们 Python 这个当中，对不对？啊，甚至说很多零基础的同学可能不太清楚啊，对吧？它是一个字典，对不对？它是一个字典，好吧？那么像现在啊，我们这个程序，对吧？这个网页当中它需要的是什么？是一个规范的一个 JSON 数据。好吧，啊，是一个 JSON 数据，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把我们想要的数据给它 JSON 给它序列化一下？怎么做呢？我们在前面去导入一个模块 ，import 一个，啊 ，import 一个这个 JSON， 啊，一个 JSON， 好吧？在这里我们通过这个 JSON 啊 ，JSON 点上一个什么呢？啊，点上一个，对吧？感觉自己真的是个零基础，对吧？啊，如果说同学们这里有听不懂同学吗？有听不懂同学？啊，可以现在说好吧？可以现在说几行哪一行看不懂，是吧？或者说我说了哪个东西你看不懂，你听不懂啊？可以随时说好不好？是吧？随时在讨论区里面，我本这个是一个直播课程，是吧？不是录播课程，同学们，好吧？啊，这是这个啊，九十一行是吧？九十一行的话呢是发送了一个网络请求，啊，这个地方啊是发送啊发送一个啊 post 请求啊发送一个 post 的网络。请求，好吧，里面的话呢，填写了一些参数啊，填写了一些参数。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一个什么 URL， 是一个地址，对吧？
data 啊是什么？是查询参数，对吧？第三个 headers 是什么？是一个伪装，啊，是一个伪装，能理解吧？好吧，然后的话呢，我现在把这个 data 给它去换一下，啊，把这个 data 重新给它接收一下，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 data 它是一个字符串了，好吧？我们现在再次运行一下，那么现在它应该就会给到我一些数据了，好吧？我比如把这个改一下，啊，我再次运行一下，它就会给到我数据了。哎，对不对，同学们？看到没？它就有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数据了，好吧？同学们，现在的话呢，可以去对比一下，对比一下当前的这个网页当中。对吧？我们现在拥有的一个数据跟这里有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啊，其实你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它们其实之间，对吧？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啊，基本上差不多的，好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啊，对吧？就已经经历了这个从中的一个困难，对吧？越过了它的一个反爬，对吧？已经改变了它的一个查询参数，获取到了里面的一个数据了，好吧？获取到了里面的一个数据了，好吧？那么这里我喝喝水，对吧？有问题的同学，前面的这些东西有问题吗？对不对？有问题可以随时说啊。好吧，啊，现在的话呢，我就已经拿到了当前的这个数据啊，好吧，就已经拿到当前的数据，对吧？使用 request 的模块啊 ，push 方法的发送请求，对吧？并且携带这个参数，对吧？以及的话呢 ，headers 请求的伪装，对吧？啊，这是这个，啊，这就是这句话嘛，对不对？楼上说的啥啊？楼上说的就是我们这一行代码的一个解释，啊，就是这行代码的一个解释，好吧？啊，这个地方对吧？啊，这个地方能够理解的同学吧？啊，听能够理解的同学可以给我敲个一，对吧？或者呢，你不方便敲一的，对吧？可以送到小樱花，好吧？那么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就已经发送成功了。好吧？啊，尤其是这里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没有基础的同学，对吧？你不要害羞啊，对吧？你不要害羞，对吧？我们今天是爬小姐姐的，对吧？我都不害羞，是吧？啊，我感觉我说能懂，但又感觉有点懵呢，是吧？能懂这个其实懵懵懂懂吧，对吧？其实会经历的啊，其实会经历的啊，是一个正常情况，哇，是一个正常情况，对吧？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这个思路你能够听懂，好吧？最主要的是思路。好吧，那么像这个 headers 的话呢，我这里加了太多的东西了，好吧，我这里加了太多的东西了，这里其实没必要啊，没必要，我可以删减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这个我不需要的，啊，以及的话呢，还有下面的这些东西啊，对吧？包括说这个，这后续的这些吧，我都不要，啊，没有用的我都可以把它干掉了，啊，那么剩下的这些是有用的，啊，剩下的这些是需要的，是吧？能理解吧？好吧，这是关于这个，好不好？那么这个发送请求我们再次运行一下，其实也是没问题的，好吧，也是没问题的，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数据了，好吧？我们经历了这个千辛万苦啊，啊，终于完成了第一步，对吧？终于完成了第一步，好吧？那么第二步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里面，对吧？我们获取到数据之后呢，我们需要在这个数据里面，对吧？啊，在这个里面啊，在这个数据啊 ，request 啊 ，response 点这个 JSON 里面，我们要获取，我们要去解析我们想要的数据。没复制吗？我把这个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对吧？然后粘贴到这里面来，对吧？我们要执行第二步了，要去在这个里面要去解析我们的一个数据，对吧？要去提取，要去获取里面的一个数据，对不对？啊，快手这个今天我也搞了笑，我搞大半天，对吧？没搞明白，对吧？啊，你可能是对吧？可能是有些同学对吧？就针对于这个视频了，那，啊，没有去抓包啊。啊，没有去通过这个程序去抓包，啊，没有去通过开发者工具去抓包，对吧？老师，我还想知道一下您是怎么定位到这个要爬取的这个数据链接的，对吧？这个网页上面怎么去搜索到的，对吧？您是说怎么去找到，对吧？怎么去找到这个数据，怎么找到这个数据包的，是吧？这个万同学，啊，是的，好吧？这个其实，像我分析这个网站吧，啊，像我分析这个网站，其实就有两个思路啊，啊，其实就有两个思路。啊，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去右键啊，比如说像现在啊，同学们，现在我去访问到这个网站，实际上呢，它的一个数据都是已经给到我了，能理解吧？啊，它都是已经给到我了啊。抖音那个解析我已经会了，快手其实这个难点，我跟你说，同学，欢迎同学，我跟你说，快手比抖音还要简单两倍不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是吧？快手比抖音还要简单两倍不止，好吧？我就这么跟你说，是吧？说真的嘞，我说真的嘞，好吧？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啊，在这里的话呢，其实，好吧？啊，快手都是节省，是吧？啊，尴尬吧，是吧？尴尬吧？啊，这个简单，简单不止一倍啊，好不好？啊，抖音是都是文本是吧？节省其实更简单，节省数据提取更简单，同学，好吧？在这里其实我的分析思路就两种，对吧？就两个。其实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就在这个网页当中，对吧？我看一下啊，我大概知道，对吧？像这个快手，它肯定是一个动态网站啊，它肯定是一个动态加载的一个页面，对不对？这个想都不用想，对吧？那么怎么办呢？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就去右键啊，右键点击这个检查呀，对吧？检查之后呢，我来到这个 network， 对吧？然后怎么办呢？然后就直接去搜呗。是吧？就直接去搜啊，说这个你们是不是喜欢看上这个，对吧？然后的话呢，回车一回车之后，发现这个数据其实就在这个里面，回车啊，发现这个数据就在这个里面，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的几个步骤，对吧？啊，有的人问这个节省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说到的这个节省啊，它其实是一种数据交换的一种格式。啊，在其实，在我们在我们以前嘛，啊，在我们以前这个 JSON 出现之前，我们一直用的是这个 XML， 对吧 ？XML 啊，因为其实 JSON 这个东西吧，它首先的话呢，我们各种语言啊，同学们，各种语言，不管是这个 Java 对吧，还是 C 语言，或者说是其他语言对吧，或者说是这种前端语言，它都支持这个 JSON， 啊，都支持这个 JSON 格式。是吧？啊，它又支持各种类型啊，所以说它就经常被用于这个我们日常的这个数据的一些传输，能理解吧？就比如说我现在去访问这个网站，对吧？啊，然后的话呢，访问它的一个服务器啊，访问它里面的一些链接，对吧？那么这个数据的话呢，我们返回的一些数据吧，数据类型吧，啊，其实基本上大概都是这个 JSON， 好吧？如果说这个你不明白，其实很正常啊，对吧？不明白很正常，你第一次接触这个。是吧？应该其实非常正常，好吧？非常正常，你不要觉得这个东西我讲的很有一点高深了，对吧？听不懂，那这个你不要去这样去理解，是吧？只是说我正常来说啊，能够去给你们去普及一些这个知识点吧，对不对？啊，真正的一些知识点啊，而不是说对吧？啊，对，我觉得还是 JSON 解析起来容易一些，使用 Pandas 啊，使用 Pandas 解析 JSON 啊，不会吧？啊 ，JSON 的话呢，就是一个字，啊，就是一个这个字，就是一个字典的一个取值啊，是吧？好吧，然后的话呢，同学们，我们接下来啊，就要去实现一个解析数据，啊，就去解析当前的这个数据，好吧 ？Pandas， 你说万同学，你说的 Pandas 是咱们这个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个第三方模块吧？好吧？啊，在我们爬虫里面其实很少用啊。是吧？不过你去学数据分析是要用的，哈，那说啥？啊 ，Pandas 的话呢是一个数据处理的一个模块，啊，一般来说用于数据分析吧，好吧？然后的话呢，在这里啊，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数据，是吧？就已经拿到了这个数据。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要去往这个数据里面啊，去提取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什么？还能记得吗？提取我们现在需要的一个视频地址。是吧？需要的一个视频地址。好，那么现在的话呢，我现在就在这个数据里面啊去提取。好，怎么去提取呢？同学们，怎么提取？啊，其实 JSON 数据提取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对吧？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 JSON 啊在我们 Python 语言当中，是吧？在啊 Python 语言当中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字典，是吧？就是一个字典。好吧，那么字典是什么？字典其实就是你们上面看到的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字典，对吧？刚刚其实也有同学说了，对吧？这个 data 呀，这个 headers 啊，对吧？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字典。字典其实你们看到他们的一个格式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前面有一个东西，对吧？然后中间有一个冒号，后面也有这样东西，对吧？通过这个逗号隔开的，啊，那么这个的话呢，被我们称之为一个字典，对吧？在这个 Python 语言当中，好吧？那么这个字典怎么去取值呢？啊，字典的取值，是吧？字典的取值其实也比较简单，对吧？前面的话呢是一个键吧，啊，前面的话呢是一个键，啊，后面的话呢冒号，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冒号，啊，冒号后面的话呢是一个值，啊，冒号后面的一个值，
是吧？就比如说你们现在去查看的一些什么清华字典啊，是吧？这个字典的话呢，前面这个拼音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键，对吧？通过拼音去找到的一个内容啊，找到的一些字，它叫什么？它叫一个值，啊，它叫一个值，好不好？那么这是这一个，对不对？那么我们下一步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键，通过这些拼音去找到它里面的一个值，好不好？啊，那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就拿这个 data 做个比喻呗，对吧？拿这个 data， 比如说我现在啊要去拿到这个 data 里面的一个什么，要去拿到里面的一个这个东西怎么去找？啊，拿到这里面的一个参数，这它的一个拼音对应的它的一个值是什么？是这个，对不对？我现在需要去取到它，怎么去做？啊，怎么去做？对不对？那么中括号，我现在啊在这中括号里面去写入一个这个，就可以拿到后面的一个东西，啊，就可以拿到后面的一个东西，理解吧？啊，比如说你现在不信的话呢，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对不对？啊，可以去打印一下，好吧？在这句话呢，我就把后面的给它注释一下，啊，我们运行一下。对不对？是不是拿到了这个？对吧？对应值就是它后面的一个值，对不对？你发现它是一样的，对吧？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字典的一个取值，好吧？字典的取值，有没有问题？啊，字典取值没有问题，同学，对吧？可以刷一，对吧？或者送个小烟花，好吧？这个也比较关键啊，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东西。我们等一下，我们包括今天整节课内容，其实就是对这个 JSON 的一个取值，好吧？有听不懂的东西，现在可以及时说，好吧？就是这个。好吧，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啊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取里面那个值了啊。比如说现在有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啊，比如说我现在就访问到了这个网站，对吧？拿到了当前的这个数据，好吧？那么这个数据我们怎么去取，是吧？前面的 data 它是一个键，后面的这个 vis， 对吧？这些东西，这个大括号括起来的它是一个值，是吧？前面的东西这个它是一个键啊，后面的东西它是一个值啊。那么我们怎么去取到最后面那个东西呢？同学们，我们怎么去取啊？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中括号一个逗，中括号一个 data 可以取到后面那个东西，理解吧？啊，这一块呢我就写个 data， 对不对？写完一个 data 之后呢，我可以给它去打印一下，对不对？我们可以去运行一下，运行完之后，同学们看到没？那么后续的一个东西我就已经给它取到了，对吧？后续的一个东西啊，就取到里面那个内容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接着往里面去展开。好，展开之后，我现在就需要后面的一个东西啊，又往后面的一个东西啊，前面的这个我就是一个键嘛，后面我需要它的一个值怎么办？啊，我就复制它，对，复制它之后呢，我就在这后面啊，我再加一个中括号，啊，在里面我粘贴，对吧？那么就可以拿到后面的一段内容啊，我们再次运行，对不对？那么后面一段就拿到了，对吧？那么继续往里面走，对不对？继续往里面走是这个。啊，因为我们的视频它是在这个里面的，对不对？我们复制它，啊，复制它之后，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里面的一个内容？对不对？啊，能，对吧？这个别问这个事情谁给我了，对吧？就拿到了这里面的一个内容，对不对？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已经提取到了这里，啊，就已经提取到了这个地方，啊，就已经提取到这里，对吧？这里面对应着你看到有二十条数据，啊，二十条数据我们可以去展开。对吧？展开在这个 photo 里面，它就有我们需要的一个视频地址，对，它就有我们需要的一个视频地址，它就在这里，对不对？那么我们每一个视频其实都在这个里面，啊，都在这个01234567890里面，对吧？19里面，对不对？好，那么现在同学们，哎，我们现在说，现在这个数据它就不一样了呀，同学们，这个中括号有同学们啊，大胆的告诉我，对吧？这个中括号是啥啊？中括号是什么数据类型，对不对？啊，中括号是什么？对吧？中括号是啥？啊，现在我们已经取到了这个地方，对不对？中括号，对吧？它是一个列表，对吧？我胆子小，啊，不至于，不至于啊，它是一个列表，对吧？到这里的话呢，它是一个 data 的一个 list， 对吧？啊，它是一个 data 的 list， 它是一个列表啊，中括号，对吧？它是一个列表啊，在我们 Python 当中，它是一个列表，对吧？啊，列表里面对吧有字典，对不对？列表里面有字典。啊，列表里面嵌套了一个字典，啊，嵌掉了几个字典，嵌到了多少字典？啊，这里你看一下，嵌到了20个，足足有20个，对不对？那么列表的取值其实更简单，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data list 的往里面去找，啊，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第一个内容，啊，这里面有二十个，哎，这里面有二十个，这我比如说现在我要找到第一个内容，怎么去找？这里面前面有看到没？有索引01234567890，对不对？那么怎么去找？其实就很简单，对吧？在这里的话呢，你想要去拿到第一个，填个零。想拿第二个怎么办？填个一。拿第三个怎么办？
填个二，对，就这么简单，啊。那么现在的话呢，我需要拿到里面所有的一个内容，我通过一个 for 循环，对吧 ？for 循环里面的一个数据啊 ，data 的一个啊循环里面的一个 index 吧，啊 ，fded_s 啊 ，in 一个 data list， 好吧？我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全部给它拿出来，一个一个全部拿出来，对不对？我现在的话呢，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个 feds。啊，我们去运行一下，其实你就会发现我们一条一条的数据啊就全部拿出来了啊，这里大概是有20条，对不对？这里是有20条，那就吧，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哎是不是简单了，对吧？现在的话呢，它又是一个什么，又是一个字典了，对，它又是一个字典了。字典怎么取值？字典怎么取值？字典中括号，对不对？中括号，然后一个引号，引号的话呢，我现在需要是什么，还是回到这里呗，对吧？还是回到这里啊，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比如说第零个，对吧？第零个里面的一些内容，里面什么，里面的一个 photo 啊，我们的视频是在这里面，对不对？视频是在这个里面，我就填个 photo 啊。当然这里面的话呢还要去写一个应该是不用去写，对吧？就是一个 photo， 对吧？ photo 里面的什么，对， photo 里面什么， photo 里面的一个 photo URL， 对不对？那么这个视频地址我就已经拿到了，对吧？就已经拿到了，我可以去打印一下，对不对？把每一条的这个视频链接地址我给它打印一下，我们运行，是吧？啊，现在就已经拿到了，对不对？简不简单？啊，觉得简单的同学，对吧？可以给我敲个一啊，对吧？你觉得不简单，有点感觉有点难度的同学，对吧？你可以敲个二啊，好吧？啊，基本上大部分同学是敲一啊，还有一些同学，对吧？有一些听不懂，对吧？听不懂其实也比较正常吧，好吧，也比较正常，啊，可能是你们那个基础原因，对吧？基础比较相对来说薄弱一些吧，是吧？啊，还有其他同学，对吧？包括是这个南文哥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同学啊，听不懂，对吧？具体的话是哪里听不懂，那你可以，欢欢同学比较直接啊，对吧？就直接报个班，是吧？啊，你哪里听不懂嘛，对吧？啊，包括说这个同学啊，对吧？这个同学，对不对？哪里听不懂？那你可以现在，对吧？可以现在完全现在可以跟我说。啊，哪一行听不懂？你是哪一行听不懂？对，你是哪一行看不懂？啊，这里这么多行，对吧？这里有行数，你一行看不哪一行看不懂？对，刚学都不太懂，啊，具体说不明白，对吧？你又号称零基础是看啊，是开玩笑的嘛，是吧？是吧？啊，这个东西，对吧？啊，包括说这个同学有哪里听不懂嘛？对不对啊？可以现在跟我讲，对吧？啊，包括说我们现在拿到的一个数据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视频哈，对吧？给大家去看一下呗，啊，给大家去看一下，啊，稍微放松一下，我把这个音乐给大家打开一下，啊，我懂了，对吧？啊，原来你们喜欢看这个，是吧？原来你们喜欢看这个，好大声是吧？啊，是这个声音太大了，怪我怪我，是吧？啊，是这个声音太大了。是吧？啊，那么这是第二个，对不对？这里面怎么 还混了个男的？啊，这里面怎么还混了个男的？啊，好离谱啊！好离谱，好离谱！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还混了男的，啊！哎，局长直接原地爆炸！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这怪我，这个怪我，对吧？data 是网页整个里面 copy 过来的吗？你是说这个，对吧？你说这个，对不对？啊，刚刚这位同学说的，啊，你说这个，对不对？啊，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刚在这个里面，对吧？刚刚右键点击这个检查，然后呢刷新，啊，刷新页面到这个 network 里面的这个数据包里面，啊，数据包里面的 headers 我滑到最底端，啊，有一个这个，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的，能理解吧？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的，好不好？啊，这个需要大家去理解一下。刚刚有人问这个爬这个视频有什么用啊？爬这个视频有什么用啊？啊，其实这个东西看你有什么需求吧，对吧？看你有什么需求。说实话，对吧？啊，如果说你只是说啊，只是说什么呢？只是说这个想去每天的，对吧？就爬这个视频啊，爬到本地啊，每天躲在一个人，对吧？躲在被子里啊，偷偷的去品鉴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确实，对吧？还不如对于你自己来说。啊，还不如自己去啊，快手上去刷一下，对吧？那这个东西确实对于来说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对吧？但是呢，就比如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相关的技术点啊，它是有作用的
好吧，这个接受点它是有重的，可能说这个视频对于你来说，对吧，吸引力不是特别大，对吧，但是这个接受点啊，首先，对吧，肯定是有作用的，对吧，就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现在这种情况，现在这种时候啊，现在这种互联网时代嘛，对吧，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啊，不管是一些大型公司，对吧，其实都有一些营销广告的一些需求，对吧，都有一些营销广告的需求，对，声音大了没事了，老师，大点没事了是吧，啊，可以去玩游戏吗？可以，对吧，但如果说啊，我们今天就打个比方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例，对吧，去爬当前的这个数据，那么你去想一下，其实这个并不仅仅是说爬一个视频而已，啊，就打个比方，我有一个朋友啊，我有一个朋友啊，之前的话呢是开一个整形医院的，对吧，开整形医院的，然后呢他就需要一个工具啊，他们现在需要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打个比方，对吧，现在这里的话呢有一个他有一个需求，就去搜索，对吧，去搜索什么，搜索里面比如说吧，搜索这个快手里面啊，他想去做一个营销的一个工具，对吧，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有一定的需求，对吧，就比如说搜索一些视频，对吧，在这个视频里面比如说点击一个视频吧，对吧，在这个视频里面在这个讨论区在这个里面这个地方评论区里面，对吧，去私聊一些同学，对吧，不对，私聊一些人，对吧，给他们去打广告，对吧，让他们去报，让他们去给让他们去在你这边去整形大家去想一下，一个整形手术要花多少钱，大概几万块钱应该到吧应该要吧，对不对这个是比较这个牟利的一个东西对吧他的话呢就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工具就去帮助他们去私聊一些人，对吧，给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打营销打广告，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一个利益没整过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对吧，我只是听我一个朋友说的，对吧对吧，那你就说这个东西他这个工具可以帮助他赚个大概是几十万吧，对吧，可以把他赚个几十万，十多万几十万，对不对可以这样，可以完全可以对吧，爬虫可以完全可以这样，对不对包括其实有很多东西它都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其实不管是整形还是说其他的一些广告卖什么东西它都有这个需求，对不对都有，所以说你觉得这个有用吗，对吧，对于他来说用处非常大，并且呢他会，如果说你现在他有这个东西你有这个东西他就可以为这个买单买多少几万块钱可以买吧，这个一点都不夸张，一点丝毫不夸张，因为他这个工具可以帮助他带来纯纯的利润，对吧，那么这个确实就可以这样做，对吧爬虫可以实现吗，可以实现，对吧这个是可以完全可以的，没问题的，对吧，当然你提前的有这个技术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是简单的拍一个视频，对吧，简简单单拍个视频而已对吧我是那个朋友目前亏得只剩短裤了没这么吓人没这么吓人好吧真没这么吓人嘞，对不对只是你的一个理解吧，对吧真的没这么吓人好不好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就把这个数据给它去保存一下呗，好吧，给它去保存一下，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已经拿到了当前的这个数据对吧，拿到了当前的这个视频数据，对吧那么我现在还要拿到它的一个标题，好吧，这个标题在哪里呢在这里photo 里面有一个这个，好吧，我刚刚给它复制了一下包括说这个标题我也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我后续就可以直接保存了这是一个 title 标题，对吧，后续的话呢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这个视频URL 它是一个 URL 1吧，下划线1给它保存一下那么这个东西我就已经全部拿到了，对吧，可以后续的话呢直接可以去保存，对吧，按照这个步骤其实很简单第三步发送网络请求怎么发送呢发送这个，对吧， request request 的发送请求点三个 get， 把我们的一个地址 URL 1给它粘进来，点三个 content， 是吧？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视频的一个地址，是吧？视频的一个地址，那你吧，好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就用一个这个东西用一个这个ISP 接受一下，是吧？接受完之后呢，我现在就可以去保存了位置一个 open 把我们的一个标题是吧？来到了大家最熟悉的一个保存数据环节是吧？最熟悉的一个保存数据环节，以及这个标题对吧，标题之后呢是一个后缀点上一个 MP4 是吧最后的话呢，最后的最后是一个写入方式是吧，写入方式的话呢是一个 WB 二进制的一个写入 as 一个 F
f.3.write 把我们需要的一个数据啊给它粘贴进来啊，那么这个标题啊就已经爬完了啊，那么这个 title 啊，以及的话呢后续还有一个爬取成功啊，就已经搞定了啊，那么这个我们代码呢就已经实现完了，对吧？啊，简单不简单？对不对啊？能听懂吗？这个东西能听懂吗？对吧？点上 content 是什么？点上 content 的话呢，它是一个二进制数据，好吧？啊，它是一个二进制数据啊，啊，这是二进数据。我们现在保存的这个视频它是什么？它是什么？它是二进数据啊，啊，包括说你们所遇到的一些这个图片啊，啊，一些这个音频啊，啊，都是二进数据，能理解吧？好吧？啊，那么这个东西呢，就啊就已经其实就已经给大家去啊，说实话吧，对吧？这些东西就已经讲完了，对不对？那么相对来说，这个知识点，对吧？同学们觉得怎么难，对吧？啊，包括说，其实你如果说啊想去实现我们刚刚给大家去说到的，就是说去做一个这个营销工具，对吧？啊，你如果说真的有人要，对吧？那么几万块钱其实很简单的，对吧？啊，当然这个知识点我们不会去讲啊。是吧，这个知识点就是去比如说一些私聊的一些工具啊，对吧，这些东西然后会不会讲呢？我们暂时不会去讲。啊，老师我想把这个 Python 学好的话怎么办啊，是吧，怎么学了好几周了基础还没学会。你在哪里学的，冒昧的问一下，你是在哪个地方，是吧，你是在哪个地方看的视频吗？啊，有同学说，有同学直接给你推一荐了，对吧，麦克啊，那个用 Post 的能行吗？应该是能行的，对吧？但是呢，具体的话，这些东西没这么简单啊，没这么简单，因为涉及到用户，对吧？肯定会有更多的加密，对吧？那老师什么时候再讲一次抢票的课？抢票的课我讲过一次啊，但是不想讲了，说实话，对吧？反响不是特别好，对吧？啊，那么我刚刚先去解决这个西瓜很闲同学的这个问题吧，对吧？啊，那么其实现在啊，像现在其实网络上有很多资料，对吧？网络上有超级超级多的一些资料。对吧，你要说这个教程嘛，其实也有很多都说报个班啊，对吧，都说报个班，对吧，有没有什么教程，对吧，教程的话呢其实说实话吧，对吧，现在网站上非常非常多不管是哪个地方，对吧，不管是哪个平台其实资料什么的非常非常多啊，对吧，但是其实际上就是说你说让我推荐一些视频，对吧，让我推荐一些东西，这个其实我也看了很多，对吧，我不推荐大家去能，其实像这些视频啊，网络上那些视频，对吧，其实真正你要说能够就业的吧，其实我现在一个都看不到，说实话一个都看不到，就学完之后能够去就业能够去找工作的，我现在真的我一个都看不到，我找了很多我也想对吧，有没有这种免费的白嫖的给同学们分享一下我想找不到，一个都没有，说真的，对吧，真正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要工作的，对吧，涉及到要这个以后，对吧，要就业的，在网站上你真的找不到真的找不到。不过呢，对吧，不过在这里，对吧，有人就说了报个班嘛，对吧，报个班我这里的话呢刚好对吧，也有一个这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大纲，对吧，一个大纲对吧，如果说你真正的，对吧，想去学习像刚刚这位同学，对吧，又不知道怎么学又不知道怎么学怎么办呢这里的话呢我们刚好就有一个这个学习路线的一个图有什么班，对吧，我们有一个系统学习班，好吧我丢有这么多，对吧，这个多吗有同学有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多吧，对吧，这个东西也有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多，对吧，但实际上你说多吗，你说要工作你说觉得它多吗它确实多，但是它也并不是特别多，你要去想一下，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并不是说强制你要去学这么多而是说你真正的，对吧，想要去找工作想要去就业，那么这些东西确实都就得需要去学的，对不对确实就得需要去学的，首先的话基础，对吧所有的包括说我们这里面所有的一些详细的点就比如打个比方，对吧，从零基础开始，对吧，从零基础一些注释一些缩进一些命名规则等等的一些，比如说对吧，这些东西知识点写得非常非常细这不得学个几年是吧也不用学几年这个不用学几年，你可能自学可能要学个两年吧我觉得至少要两年，而且你还不一定学得会，是吧，而且你真的不一定学得会，因为这个自学自学吧，其实现在很多，你不知道同学们不知道同学们现在有没有听说过一些自学的一些东西，对吧，我现在很多很多地方都在说自学就比如说这个就比如说现在，对吧有很多人说这个 Python 这么简单吧，你还要报班学，是吧，你还要报班学，这不自学一两个月就搞定的事情吗，
是吧？有很多同学就有很多人都会这样说，但是你们其实可以去想一下，对吧？说这些话的人是谁，对吧？说出这些话的人是谁？你们去想一下，这些人，对吧？是谁？啊，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已经报完班、学完之后、学好之后才出来的，对吧？我有一个朋友就很喜欢在这个网络当中，对吧？逼逼赖赖，对吧？我有一个朋友啊，当然不是我啊，这个肯定不是我啊，我不会说这种东西的，对吧？就会在这个网络当中说这种东西。对吧？但他们说的这句话其实是不负责的，啊，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培训出来的，对吧？啊，真的也是培训出来的，对啊。那么这个知识大纲啊，其实这个大纲里面写了很多很多非常详细的一些点吧，啊，是开整容医院那个吧？啊，不是的，不是的，是另外一个朋友，好吧？是另外一个朋友，好吧？啊，是另外一个朋友，这个是用什么工具化的？是这个是用那个思维导图啊。好吧，啊，这个东西，你需要吗？同学们需要吗？啊，因为这个里面的知识点写的非常详细啊，对吧？从你基础开始啊，到你的一个进阶，对吧？到你这个爬虫，到咱们这个数据分析，对吧？到这个网站开发，对吧？这么多知识点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到，对吧？如果说呢，你不知道这个怎么去学习的话呢，可以直接去找我们这个吧，啊，找我们这个金峰老师吧，啊，直接可以去找我们这个金峰老师去要一下。是吧？因为这个图的话呢，也是我们青灯教育啊，所有的老师，对吧，联合去出的这张图，对吧？还是经历了很多年的一些沉淀，对吧？能够去拿出来去看的，好吧？能够去拿出来去学习的。你如果说真的不知道怎么学习，对吧？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参考的，好吧？能理解吧？好吧？需要的同学可以直接去加我们金峰老师去要一下这个详细的一张图，好吧？啊，可以拿到这个超新的一张图，好不好？啊，可以拿到超新的一张图。好吧，啊，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这个代码其实已经写的差不多了，是吧？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去介绍另外一个东西吧，啊，因为现在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去解决啊，比如说我现在运行一下，它应该是会报错的，对吧？它应该是会报错的啊，就爬了一个视频啊，这个视频可以给同学们对吧？啊，可以看一下啊，现在报错了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命名的一个原因啊，对吧？第一个视频可以爬完，好吧？爬到第二个视频它就报错了。好吧，啊，当然的话呢，其实处理起来比较简单，好吧，你只需要把这个标题给它替换一下，啊，比如说的话呢，这里我就直接复制吧，好吧，直接复制，前面的话呢，我导入一个模块，啊，import 一个21，啊，把这个标题的话呢，给它更新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内容的话呢，就可以实现了，好吧，啊，这所有的一些标题啊，对吧，所有的一些东西啊，当前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视频就可以全部裁下来了，啊，那么这是这一个，好吧。啊，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好吧？啊，在这个里面，对吧？所有的一些视频啊，就已经全部采集下来了，好不好？全部采集下来了。